丽婷，我的侄子成绩刚刚放榜了，可是听说好像不是很理想。啊，那他接下来打算要怎么样呢？他父母也在烦恼着啊，都不知道要如何开导他，然后呢，也很担心他之后找不到工作。那其实啊，成绩也不能代表一切的了，不如我们等一下请教一下专家，听听他们的建议吧。